哦，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晚上好啊！都照相了吗？您呢？好吧，今天我们还是给大家回答一些问题啊。我的话题一般都来自群里的问题，就是关于大家很感兴趣的、听起来很牛逼的、很不得了的，都是专业人士才用的那个什么，那什么哦，高低频啊，高低频，这种。皮肤处理的方法，据说是那什么，那个都是高端的，那什么就很复杂的。大家今天可以看一下，我今天给大家演示呢，就是最传统的或者说最常见的这个高低频的，标准的做法。这个方法现在这些年已经发展出了很多其他的分支的项目啊，其他的分支项目，跟这个原始的做法已经不一样。但是呢，我演示的就是。最开始那一种啊，我也是看来的，不是我发明的啊，我没有说是我发明的。好，我们先找一张照片啊，找一张照片，最好是一个人的啦，对不对？这个方法主要是用在人上面的了。如果你要把它创造性的用在别的地方，请来告诉我啊，我没有想到它用在什么其他的地方。好，你先把它复制两层，注意两层啊，Ctrl+J 噔噔两层啊，上面这一层叫。你可以叫 high 或者是高频，我不知道能打汉字啊，没必要。这叫 low 啊，什么意思呢？高频、低频，说的还特别复杂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先不看这张图啊。比如说一个东西啊，高频就是高频就是不变化得很快，对吗？这叫高频。啊，如果它是一个波的话，变成那低频是什么？变化的很慢，是吧？就叫低频，就是这样。那照片什么地方是高频呢？那肯定变化的快，比如说黑白交界的地方，那肯定是高频，那变化的快。那什么地方变化的慢呢？比如说，视频里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，他的脸上这儿有一点点红啊，有一点点红，但是周围呢不是那么红，但这种变化就属于是。我们刚才说的那很慢的啊，很慢。那这种变化很快，比如说这一根头发啊，一根头发下面是皮肤啊，沿他们这个区别就很大，当当当当，急剧的上下上下上下，做着某种运动啊，上下。好了，高低频就是这意思啊，它就是信息学里面的一个说法。这些都不是信号嘛，对吧？你把它换过来，这些东西都不都是信号嘛？这个都是传感器捕捉到的信号。这张照片呢，也是在我们家楼下拍的，因为没有很好的光照的条件呢，后面很黑啊。如果能多几个光的话就好了，但是也没人帮我伺候。这个东西你先复制两层之后呢，你把这两层组起来啊，不组也可以，但是我喜欢把它组起来。然后呢？先关掉上面这一层啊，先关掉上面这一层，就是嗨的这种啊，我比你嗨的那种那一层。你先看下面这一层，这时候呢，你下面这层是下面这一层最后的作用是提供颜色啊，因为颜色属于低频啊，它动得比较慢。这时候呢，你要把它模糊到，比如说模糊到更低频啊，更低频，更匀。模糊多少呢？你拿过来1:1的看，就是模糊到这个颜色。比如红和黄之间，它看不出区别啊，基本上到这儿差不多，或者你再多一点啊，可以，都可以。这个有好几种办法啊，待会儿我会演示给大家看，互相之间不冲突。啊，你现在看这个人的脸上颜色能看到是吧？眉毛、眼睛看不清，可以了。现在我们得到颜色的这一层啊，那我们上面这一层怎么办呢？我们上面这一层，我们要的是它的这些高频的部分，就是，明暗或者说这种怎么说线条的地方啊，不带颜色的地方。那么我们应该用这一层减掉颜色，对吗？是吧？那这有这个功能啊，减掉啊，减掉 subtract。我们减掉下面这层啊，low 的那层，特别的 low 啊，就是特别的 low 的这一层。减掉这层的颜色，减多少呢？减二啊，是吧？你可以减一，减一就减不了那么多啊，是吧？减一你还要颜色就还有，是吧？你减二还有颜色，
这个 offset 啊，为什么128？这跟我们的下一步有关系啊，我们现在先不说啊。那你上面已用 high 的这一层，就 low 的这一层啊，全部减掉，那下面这层都是颜色啦，你全部减掉，剩下的是什么？剩下就是 high 的那一层啊。然后 high 的这一层，我们减完之后有这么多这个中间调的灰啊，中间调的灰就是由128得到的，因为它偏了嘛，它不要减成负数，对不对？它偏回到中间的128啊，中灰啊。然后现在你留下的是那个那什么 vivid light 啊，不是，linear light 啊。好，现在你留下的是这个高频的信息，也就是黑白的地方啊，你可以这样理解了，对不对？实际上也不是。现在你把这一层啊，这一层不是这一组啊，这两层这一组关掉，好像看不出任何区别，开起来好像看不到任何变化。如果是这样，你就对了，是吧？你就做对了。刚才这个会不会有点复杂？你可以把它记住啊，你记不住你就再看一遍好吗？是吧？好了，现在下一步有两种做法。下一步的目的呢，是让脸上的那个肤色不匀的地方显得更匀。因为人的皮肤它不完全是一个颜色，人通常这一块儿要黑一些，鼻子这儿也会黑一些啊，嘴角这儿会黑一些啊，这是每个人都会有的。那你面对面的时候啊，还有这样，这下面啊，这下面会黑一些，这样黑一些。面对面的时候好像你注意不到啊，因为这些信息对你面对面的时候你不感兴趣，但是你照片当中你就会注意到，对吧？你面对面活人的时候，你好像没注意到人的这一块儿。这块儿会颜色会深啊，但你拿成照片，你会发现这地方深，颜色会深，而且有时候脸上如果比如说生了个痘啊什么的，它就脸上会红啊，感染了，而且很多人鼻头会红，对吧？这大家应该见过啊，鼻头会红，那大家应该见啊。好了，现在这一步的作用就是把这些地方统一起来啊，那就。颜色就更相似一些啊！你看那些模特的照片，很多都这样啊，皮肤怎么那么好？那废话，中间加一层啊，加在这两个中间啊。我做的这种方法是比较传统的，还有别的方法，我们现在没讨论那种方法。下面这一步，有的人喜欢把上面这个关掉，只看这一层啊。那你可以把这个打开，你也可以打开。比如说你要修细的地方啊，人修细的地方，比如说这儿有一小块红啊，我专修这块，你可以把这个打开。但如果你要整体修呢，你可以，啊，你可以那什么啊，就把好。现在你选中中间这一层啊，中间这层，笔刷工具按 B 啊，就 A B C D 那个 B 了，不是那个是吧？小朋友不应该知道的那个东西。然后你按上笔刷工具之后呢，你用这个吸管工具，就是这个 eyedropper 的快捷键就是 I 啊。但是你用笔刷工具的时候，你按住 Alt 键 Alt 键。它会变成暂时的变成这什么呢？eyedropper 啊，叫什么？吸管工具啊，吸管工具。它不是吸管啊，好像不是个吸管，是一个什么东西？这滴眼液的给滴管工具啊，叫吸管。好，你可以吸某个地方啊，吸某个地方，就这地方。大家注意，你把这个吸管工具搞成，比如说不要搞成单点的，单点的你很容易点到你不想要的地方，因为你点不了那么准。你可以3:3，5:5这样去点，它算一个平均值给你。你点了这个之后呢，用这个笔刷工具啊，这个 flow 不要搞那么高啊，我觉得有个三可以了。你可以试试五或者什么的，但是总的来说不要太高啊，不要太高。好，你有个三，然后你就画，你觉得跟它，你想跟它统一到。同一颜色的那个地方，你就画，要画。刚才我们不是说这个脸上那一块有红吗？啊，你不喜欢那个脸上那个红，你可以给它去掉啊。嘴角这边的啊，你给它去掉。当然有，你待会儿可以通过这个透明度来调整啊。你现在你先把它，你想统一起来的这种肤色，我建议的是。尽量少去画暗部的地方啊，尽量少去画暗部的地方，不好画的啊，那个东西。你把鼻子呀，这个
脸颊这些地方再画一画可以了。经常，如果他有红，他鼻头有红的啊，那反正有的人鼻头是比较红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就给他鼻子画一画啊，你取你想要的部分，然后画那些你不喜欢的部分。记住要多去取啊，不要取一处然后全部画，那不好。多去取，像我刚才说，我们说这块颜色深啊，把这块试一试啊，改掉。好，这是一种画法，还有一种画法，像我刚才这种是算是第一种画法，我一般我也是这么画的。还有一种画法呢，就是整个脸都画，像。这都可以，都可以。继续啊，继续，缓过来了啊，缓过来，缓过来了。那好像是刚才这个什么毛病啊？那后台可能在做什么？现在好像走着呢啊，走着。啊，你看一下啊，如果没有中间这一层啊，是不是它颜色是不一样的？颜色不一样。如果你采取那种全部画的呢，那要有一定的经验啊，不然很难画好。你可以开着上面这个来画，我是觉得没有必要。你看这是有点深，是有点深，要补一下啊，把它补一下。好了，这个高低频主要的概念就是这个了，主要概念就在这个地方，其他的没什么，你们也都知道。好了，这个颜色这一层呢，我相信大家已经看明白了啊。如果你觉得前面的那些太复杂啊，记不住。再看一遍啊，好像网上还有这种，就是把它存成一个动作的，你可以下载那个动作啊。好，我们现在粗略的把这个颜色给它，是不是把颜色给它统一了一下啊？这样不对，尽量顺着他的脸的这个走向来画，不要逆天而行啊，注意不要逆天而行。而中间这一层，有的人还会中间加几层，作用是一样的啊，就是补下面这个颜色。没有这层，你看见没有？颜色上不太一样啊，补上以后呢，颜色跟大多数地方就一样啊。然后上面的这一层啊，你可以画得更细啊，画得比我更细，我只是为了演示，好吗？上面这一层呢，用来对付什么呢？你要注意啊，你放大到1:1啊，上面这一层就来对付这些。除了颜色之外的地方，这种地方啊，这就需要一些时间了，这个是吧？你说颜色不一样，肯定皮肤它也还有些，比如有坑啊，有伤痕啊，这种地方有痣啊。但是痣你要去掉的时候你要注意了，因为有的人他认为他那个痣不是缺点，但是他的一个特点，它不叫缺点。所以你最好先问清楚对方，就说你这痣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啊？如果他喜欢，你就别给他去掉。啊，比如这个痣啊，这个痣就很，它一个是它标志性的东西，但是我为了掩饰，我得去掉。粗略的就让去一下，基本上可以啊，可以。主要是为了向大家演示这个，大家很感兴趣的这个方法。像这一块呢，你可以试试是不是能够一块块的把它模糊掉啊。但在这个地方，给它替换掉。但是我打算待会儿用更怎么说粗野的办法来弄它这个东西。搞那么麻烦的话呢，不是我们的目的啊，不是我们的目的。好了，你可以说，那刚才为什么不直接用这个来替掉呢？它有时候它替不掉颜色，所以需要用这个玩意儿来替掉颜色啊。
记住啊，这个玩意儿你是随时可以改它的，随时可以改它。我们现在仍然可以改啊，比如说这个地方，比如说这个，仍然可以改。目的就是给它画匀啊！你看见那些什么丝袜包装上的那些看起来特别假呀、特别好看的那种内女的啊，基本上都是用类似的办法啊。你看，比如说它这儿有一颗痣啊，不是一个痣，这有个痘啊，这我估计它不会喜欢，拉掉就行了，拉到别处去啊。然后在不破坏它的皮肤的前提下啊，我们把还可以把这个调整的这一层给它关掉，是吧？那你看不出它破坏了什么地方？如果是美颜相机的话呢，它会一下把它们全给那什么掉啊。那个骗骗小学生还可以，如果想骗一下，就是说对摄影有些关注的人呢，那都很难啊。美颜相机一般是骗女生的东西，还有小学生啊，女生和小学生，对吧？而现在得到这个结果之后呢，我觉得它这个因为冬天嘛，这个皮肤比较干燥啊，比较干燥，这些地方要用其他的办法去处理掉它。就最简单的，比如说哪个最简单的，这个表面模糊啊，它最简单那也可以用吧，可以这样去啊、哦、不行啊，机子又动不了了，先回了。啊，不要了啊，这还是不要用表面模糊，表面模糊很占这个机子的性能啊，不要用它，换个办法，换个办法用，怎么用呢？啊，然后这样。高斯模糊一般的就行啊，一般的就行。来个特假的啊，特别假的。然后呢，用遮罩把它一点点遮上去啊，可以可以。遮罩啊，用白色的这个画上去啊，这个 flow 太低了，用点画上去。一般来说，关注亮部就可以了，暗部不要管。暗部反正也看不清楚，不要管。好，你整完这个之后呢，你还可以那什么用可见度或者说透明度吧，有的人叫可见度，有的人叫透明度，实际上应该是叫不透明度啊，不透明 opacity。 这个方法不好的在于边缘上它处理不了啊，它没有刚才那个好，而且它会把高光化掉啊，然后把高光化，没有刚才那个好。好，现在这个皮肤已经太润了，润得不像话了，太润，润得不像话。然后剪掉一些啊，剪掉一些，那真真假假吧，这个东西。然后呢，可能再给它弄弄颜色呀，是吧？这个暗光里边有点红啊，我觉得这个暗部应该没有红才对吧，这当然是我的想法。这没有关系啊，这个这个、就随便你自己吧。好了，可以了，这样看起来稍微平衡一些啊，但好不了哪去。所以人像当中很常用的所谓高低频呢，它的基本做法就是这样的。那今天这个做的很粗略了，如果你要做更细的话呢，那还需要很多的练习和经验啊，尤其是画那个画中间那层啊，画中间那层那个是不好画的，不好画。他们那些画出来的，反正跟着人脸画的像个面具一样的，你可以自己去练习啊，就是
高低频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啊。网上肯定还有会找到一些不同的做法，但是我知道的最早的最标准的就是这个做法，大家可以自己再摸索去改动其中的一些部分啊。啊，这东西也不是我发明的，我也是看来的。那什么，我们群呢还是原来那个群，那是2783618981,2783618981,2783618981,你可以搜了，如果没有空位了呢，我就会在这个上面写人满了加什么加什么，然后你加就可以了。这个东西呢，因为没有什么商业化，也没有什么资金的支持啊，也就这样，你就想轻聊聊天啊，就来着聊呗，反正也不做广告，也不卖东西，就这样。好，今天就这样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